今天下班来一个方糖啊！走了，对，下班。走了，拜拜。我这边下班，我要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，一会儿跟我出发。因为最近长沙的天气非常舒服，想约着我的好哥们们一起出去玩一玩，又不想自己操心，所以去找我们的导演组的几位老师们谈一谈。哎，说实话，人想的比我少了一些啊。因为我们的核心主旨啊，还是说就是希望把这几个好哥们儿呢约出来玩一玩，给大家热热身也可以。对，我的第一点呢，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云南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想的是从大理直奔西双版纳，登上玉龙雪山。你有想过费用问题吗？我们还是一个很穷的节目，是吗？啊！那我们搞简单点，那我们就不去外面了，就去搞个露营，像那种小团建的，也不用很久，甚至可以不用过夜。啊！拜托各位了，拜托各位了。约大家一起搞小团建，可以试着先联系一下。是。问一下淘宝，他现在是不是在直播呀？哎，他进来了又出去了。他在直播呢，一会儿给他发个微信吧。啾啾，明明阿布有没有在直播？没有在直播。他不会也在直播吧？再没人接，咱一会儿别搞了。我觉得咱们就散伙。哎，小何，何绿。何绿，何绿，怎么地？太上事了，一开口就何绿，是，也是不希望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先挂了吧。最近平平安安的。阿普给我打回来了。喂，喂，晚安姐。Hello。喂。有没有空啊？有没有空来长沙呀？喂。嗯。我是老师。喂。哪呢？健身呢？对。喂，能听到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巨星现在在哪里？福州录节目。你下个月在匆忙的行程当中有没有时间来一趟长沙呀？但我愿意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丝丝时间来跟你们相聚。没事没事，能理解能理解。理解不了，理解不了。是我们理解不了，还差那么一点儿。现在我们想的其实就是花半天时间，我们一块去露个营。你有什么想玩的、想吃的、想干的事情，现在就可以提。导演组就在我们对面。大家就既然是聚会，就不要太多体力上的消耗。我们可以就星期来那种拍照露营，放松好不好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非常好，你就是紧紧的把握住了当下整个大环境，互联网就是大家想看什么样的综艺节目，很好。在录制是吧？导演组一直在摄像机背后比叉。包鸡酒吗？包。得不好看点吧？拍照是那种格子的鲜花，水果一定要好看，盘子要带，做一点那种寿司，反光板可以，反光板。搭一个密室逃脱，做麻将和斗地主。我觉得如果去露营的话，我觉得飞盘是不是还挺不错的？怎么做都会不介意。乡村里面去做农活啊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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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去露营，很简单。好，那可以啊。行，好，那我们现在人员已定。等一下，我希望那天的天气很好，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之间。我希望导演组能够满足我这个晴转多云的需求。哇！哇谁提的鬼主意要露营？周五天气在家里不好吗？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们去露营。
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10月30日、11月6日周日中午12点，会员尊享。出发啦！出发去露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第一个八档，那我是不是要坐在这种导游的位置上面？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。你怎么也在？哎，好巧啊，是我打电话找你来哦。哦，是哦，我忘了是你打电话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啊，你好，哇，好洋气。你也太 fashion 了吧，一种需要捕捉的 fashion。哎，好久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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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在这儿又见到了？哎，太神奇了！哇，这谁呀？好夸张！哎，哇哇，我一直以为那个箱子是道具箱，就放在旁边。来关心一下这个带箱子的人，来吧。哎，道具老师来了。道具老师，道具老师坐。我们六个人是不是可以出发了呀？好了，密室大逃脱大神版出发啦！这一期我们大神版的神秘嘉宾。哇！哎呀 ！Hello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大巴车嘛，就是八个人就够。大巴车八的下一个数字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九。哎，九州就来了。他拿了一个麦克风，是为啥呀？嘘。安静，现场安静。欢迎这位男嘉宾，我刚想他站那里干什么事。欢迎各位来到会员定制节目 Number One 的聚会，我们出发吧！出发啦！听说我们要去露营，我给大家准备了墨镜。哇！哎呀哎呀，这个不错啊。哇，好好看！哇，这个镜子不错。哇，未来感 ，Cyberpunk。I'm quite 破碎的心。好看了，好看了，好看了。又有那个拍杂志那味儿了。好看。哇，这是风雷雨电吗？大雷要下雨了。我自己稍微有一点。好大哎。维涛，你准备这样的墨镜干什么？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我带了一本书，阿多尼斯，他是一位诗人，他有一首名篇叫做《风中的树叶》，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：哎呦喂，为了说出真理，改变你的脚步，准备好燃烧成火树。哎，谢谢的，谢谢阿普，谢谢阿普。哎，我给大家准备了香水。露营人都准备花露水，你准备个香水。对，我准备了一些风筝，我准备的是白色的风筝，大家可以写一些话，想把大家的一些愿望放在天空上。对对对，然后我还准备了飞盘。哇，真累。到露营地了，露营地到了，露营地到了，下车吧，走啦走啦，带好东西，带好东西啊，带好东西。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赶紧下去。哎，先参观一下，走走走。好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哇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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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好。哇。还可以烧烤吗？就这种天还烧烤呢，冷到爆！是真的冷啊！我希望那天的天气很好，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之间。哇！
给大家也准备了几件衣服，冷的话可以穿上。好，哦，太好了。好，那个是我的，好像是。哦，好爽，哇，暖了暖了，瞬间暖了。哇哇，这个火盆太顶了，哇。哎呀，我们先烤会火吧。好暖和。哎，那些带什么相机的呀，风筝的呀，都用不到了吧？风筝一会儿还可以努力试一试。是风筝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啊，这里还有一些小吃，大家可以来拿一下。好哦，有人喝冰可乐吗？我喝。来，石凯，你的瓜子终于生出来了，你的瓜子。凯凯，这个东西最好别戳。我吃都吃，快吃完了。你是花种，不是瓜子。我吃了，你手了，大哥。所以咱们现在准备吃东西吗？是需要。那是啊。有人想吃热乎的自热锅吗？想想，可以。哎呦，给大家拿来，我们先来个大的吧。饼干在哪儿啊？饼干我给你们拿，谢谢。这是博士才能吃的饼干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是学士和硕士也能吃的饼干。来，我可以，谢谢。多吃点。好，我来，我来。对，先搞两个大的吧。来，我来拆。有纸巾吗？有，一会儿给你拿。餐具也要先放进去吗？餐具你要煮什么？当然不要。不好意思，有点冷了，有点冷。不要。喝水不？好，谢谢。你能帮我打一下吗？我手上都是油。妈，这样我手上也都是。我来，因为我全都是油了。开了。哎 ，Thank you。我给你加个这个吧。加个东西，蟹棒是吗？嗯，对，好，我帮你撕吧。为啥帮我撕啊？那你自己撕。哦，这会不会有什么目的？是啊。哦，他们是不是帮别人拆东西啊？还有这种任务？在露营的过程中，我们要玩一个叫谁是盟友的游戏。哦，我就知道。游戏共设置两个不同的任务阵营，以及两位白板玩家。每位玩家都会获得一个个人任务，同一阵营的个人任务属性相同。如果玩家的个人任务被对方阵营猜到，将面临惩罚。因此，玩家在没有明确自己的阵营及队友之前，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个人任务。在一小时游戏时间内，个人任务玩家需要完成任务，找到己方阵营，并帮助阵营获得胜利。最终将以双方阵营是否全员完成任务进行结算。与此同时，白板玩家需要隐藏自身身份，直至最后成功逃脱。若白板玩家成功逃脱，则个人任务玩家及阵营需要接受惩罚。你要吃吗？我不敢。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要没给每个人播一个蟹爆？石凯生火了，快来生火，上钟了，石凯。偷啥呀？你偷偷搜搜的。不是，我看这里有啥。你有问题。我一定得站在那个烧烤那个地方，是吧？你有问题。我服了，石凯，你有问题。我干啥了呢？点火，点火，石凯，点火，点火。哦，凯凯，你摆的好好呀。辛苦啊，凯凯。辛苦，凯凯。你在擦什么？擦画板，写几个字儿？写 B number one。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写上。啊，你这在学院啊？对啊，然后这是 number one， 对，南博万的聚会。
挺中英结合哈。来，下面的你来提。你的微笑，你的微笑。什么？我们后面是什么？Number One 的聚会。Number One 的聚会，不是 Number One 不能聚会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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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怎么弄？这怎么弄？这样我教你，你得让我教过白带了。行吧，行吧。那全是八步。明明明明，来拍张照片，拍张照片，拍照是不是？拍照是不是？啊啊啊啊！第五名了！啊啊啊啊！你在干什么？哇！没事没事，进火炉了。是不是你的任务？妈呀！这是你的任务，你的任务。没事，我给他干洗。哇，米米太自然了。去那里拍，我给你拍一张。浪费火腿肠。来。谢谢你，传奇，辛苦了。哎，有铃声了。刚刚有两个人有触发到任务啊，有人完成了。触发是啥意思？就是刚刚已经有人把他的任务已经做了。哦，悄悄的，就是刚才有人在那演。对，对是。我们把我们名字写上。你正在学院啊？对啊，然后这是 number one。 对，还有什么好东西？这我这台面上这些吃的都是我给你们准备的。这是可以喝的水吗？这应该是可以变出来吗？我闻一下。你分辨一下，不是汽油就好。那我煮点热水呗。来，谁完成了？曹恩齐，不是，你昨天完成了吗？石凯绝对是个白板，据我的了解。石凯刚刚拿到是什么反应啊？石凯他说他的任务是推出别人的任务。我的任务是猜出每一个人。那他其实是白板的可能性就挺大的。行，你们要这么理解那也行吧。激烈游戏结束，还剩45分钟。我捋一下这个规则啊。现在就是9个人，2个白板，剩下7个人，7个人的阵营，不是7个人还分为2个阵营。问题是现在大家不会说自己任务是什么，但是类型可能是可以透露的，是吗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他的唯一的风险就是可能会暴露给白板知道有哪就知道什么类型了，或者他至少知道一种。你也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肉具体任务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分类型的呀。是的，是的。比如说有个人所有的类型都是跟那个做饭相关的，对吧？
因为他这个规则是必须要找到自己阵营的人，与此同时还要推理出对方阵营的一个具体任务究竟是什么，所以如果能够推理出阵营的类型或者属性，就能够更快的去找寻到自己的队友，并且呢能够完成我们之间的一个任务。但除此之外呢，其实还存在两名白板玩家，我们不可以太公开的去讨论这件事情，我们的任务一不小心公布出来的话，其实是会让白板玩家尽快的察觉到，并且呢有利于他们的伪装，所以这个盘起来还是很难的。对，有可能是这么分的，就是有人的任务是只需要自己完成，有人的任务是需要帮别人完成，对吧？对，有道理。我觉得有点像。你好聪明啊。那你是哪一个呢？啊，那你是哪一个呢？不跟你说了，我要烤火去了。我觉得肯定这个，如果找队友还得是私聊，不能是私聊，就开始去私聊比较。在这公聊的话，很难去大家直接讲出自己的信息来，因为你怕旁边白板会听到。对啊，白板先找，就根据之前的信息分析一下，谁有可能跟自己类型相似，然后去问一问嘛。多加几个呗。我说老师你是蛮舒服的，已经过上了这个退休的生活。最美不过夕阳红。我说老师养老了。那我推你出去看，推你出去晒太阳。这下面也没轮你推得动吗？所以还是得努力找队友，得有信息的交流，不能都藏着掖着。找队友，找对手，还找白板。我不是白板，我是一张白纸。你是一颗好白菜。不是，我想说，我是不是如果说我把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就没有给我的队伍添麻烦，至少。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你给他们都添麻烦。这哪儿去加的水啊？哪儿去加的水啊？我去问问去。赵明明，去问。不是，你可以跟我说说，你跟我交流交流。你先跟我聊完，啊，你说要交互。我的友是让某人做某件事吗？哦，是。兄弟抱一下，说句你心里话。我俩是一组的。那我跟谁啊？你是导演组的。哎，你就加入到那边那个镜头底下的位置，你往下一蹲。我相信你了。小河，哎，说小河到了。我水在哪里？水，小河，奇怪，我不习惯，我等会来找你。我们一块聊一聊。哎，哥，火树的任务是不是带别人走一圈？我都走半路才反应过来，我不能跟他走了，别把我他套路我。都说了，我只需要一个人完成就可以了。不是。他一直引导我问我问题，然后我差点就走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圈。没有，我可以一个人完成。怎么一个人完成？我真的不需要别人就可以完成。那走吧，你只能自己走啊。没有，你太奇怪了你。哦，我的任务确实是单人就可以完成的。但是我其实是因为觉得如果我一个人就跑到那边去，其实很容易被大家看出来我就莫名一个人跑开了，对吧？所以当时大家不是正好在聊队友的事儿嘛，我就把邵明明给叫了过去，其实也是一个混淆大家的视线的办法。那邵明明，你过来，你别套路我，火树。没事儿，你过来。就是你现在这个。是你可以，你不能自己完成啊，是不是？嗯，那你是不是需要你做了什么任务之后，是不是需要别人回答你什么话啊？不用。那你不是，那你的任务是需要，我可以让别人跟我做一件什么事就行了。你的呢？你是跟别人合作还是自己？我是自己就可以了。自己，你跟我聊什么聊？你跟我不是，你先过来，我问你。哦，你是要在猜什么是睫毛？对，我大概知道一下每种类型。哎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就是猜你跟谁？对，不是，你大概需要第一个是猜我们和谁是
结盟的啊、嗯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需要猜那个。哦，不是，我不跟你来了，我应该你的问题应该绕一圈，你的任务是不是啊？但也要圆了。不成，算了。火叔的任务是不是带别人走一圈？我都走半路才反应过来，我不能跟他走了。我真的不需要别人就可以完成。你不是要带人走一圈吗？没有人要带人走一圈，谁要带人走一圈？我自己烤火吧，真的是。那你们完成了吗？你们现在？我没完成，我到现在没完成，因为我那个很难。我跟石凯换一下吧。太难了。我觉得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就太难了，因为让别人说出这个家不能没有蒲熠星就非常的奇怪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。天天烤自热锅，这个露营可真是轻松啊。我们整体往那儿，整体往那儿。好好，坐吧坐吧，大家都快坐吧，真的冷啊。哎呀，谢谢。泡点面吃，就很难，就特别的刻意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结盟，把我的任务直接告诉我认可的队友，所以我就就近拉了几位朋友来做这个试探。我们俩来， okay. 来帮我完成一下我的任务。一会儿帮我吧，带我。那这样。你帮我完成三件，我帮你完成三件。好，来，你是第一。你们不会唱了？因为你在我心上。怎么还在唱歌呢？好，第二件，队友说可以啊，不行。这明显不像是你抽到的任务，这明显是。对啊。可以啊，我跟他们好。第三件是队友说这个家不能没有不行。这后面两条也太可疑了，这两条不是随机抽会抽出来的东西啊！来，这个家不能没有蒲熠星。好，完成了吗？好，来你来。来，跟我说，欢迎来到《名侦探学院》number one的聚会。你是？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给我的一个暗号吧。虽然到现在为止呢，还没有盘出我们阵营具体的类型是什么，但是刚刚和阿普之间，他让我做那三件事呢，感觉我们的任务应该是相接近的，应该是属于同一类型的，都是要引导别人说出某句话，这个应该是我们任务的类型。所以当小齐让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，应该就是我的队友。你们做完了吗？然后完成了，完成了。那我想问问你，你说，你问。阿福完回来跟我讲，就说话有很多种形式。你这是？我要让一个人对我说出一场脏话。说什么？我要让一个人对我说一句话。它是固定的一句话是吧？你是白板吧？你不是，你不是固定的话吗？我不是固定的话。你怎么会不是固定的话呢？变数是什么呢？我是看心情，我自定义题目。我觉得唐姐这是白板，不可能。为什么唐姐是白板？他说你是说话吧，我说是我说话，就是他已经问到很细节了，就是要问这个话是什么样子，还说不出自己来是吧？不对，我觉得蒲熠星跟我不是一个阵营的，小齐。那你就是第三方阵营了，不是白板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一，你硬生生把自己搞边缘了，你说。我真的不是、啊、你真的成长了九州。不是，九州真的长大了，换第二季的他现在已经开始说我脑子不好。我脑子不好。哎呀，我晕了。你说谎了。不是，我真没说谎。但你现在面不改色心不跳的，你真的长大了。我感觉他在 CPU 你。你不要 KTV 我啊。凯凯，我信任你，我真不是白板啊。那你没完成是吧？我就卡上好的吗？你放这吧，你放这，我帮你删吧，我也没事儿。
快去讨论吧，去吃点东西。我没事。你们快去聊，聊完了以后呢，回来告诉我结果，然后烧烤就可以吃。哇，这个真的弄起来了，太牛了！哇，谢谢老板。那脆骨你去尝尝，吃热的，用热的。我现在烧烤技术猛猛上涨。那我帮你烤会儿，你去完成一下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帮你烤会儿，你去完成。好，那我去完成了。石凯做任务去了。哎，石凯做任务去了。石凯做任务去了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又走了。石凯又走了。我做任务啊。什么任务啊？我做任务。做什么任务啊？我就在这儿做。我觉得石凯问题很大。他一说要做任务，他为什么往后走啊？他根本后面就没有任务，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。他在模仿火术。好了，我来了，九九。你做完了？做完了。你干啥去吧？完成任务。五分钟后游戏结束，请大家尽快完成个人任务，并找出阵营中的白板玩家。白板是谁？太多了。是石凯还是小何？明明能吃吗？哎，你不相信我，我真的无语了。这样你玩不成的，你没有给别人信任。那就是石凯。对，就石凯的反应可奇怪了。大哥，我任务都完成了，但是我总觉得他冲到后面这个动作是在模仿你。你把你的队友抱出来，我们可以不投你。你们投我，真的让白板逃脱了。游戏时间到，白板投票开始。他们两个凑一下，他俩。好了吧，烧烤要糊了。各位学长，我们首先要揭晓白板玩家的游戏结果。基于刚才的投票，白板玩家是否隐藏成功呢？肯定没有，都被我投出来了。肯定都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必成功。好几个投进。对啊，完了。隐藏。成功了。哎呦，输了。这么牛。谁是白板呢？谁？到底是站起来好不好？直接站呗。站起来，我说三二一站，三二一站。啊！你俩呀、啊？是你俩吗？再加个火术吗？你俩？怎么鬼？好恩喜。他俩玩是最隐藏的那两个。真的是你啊？你抽的吗？是我。偷啥呀？你偷偷搜搜的。不是，我看这里有啥。你有问题。火树刚才自己去了一个帐篷，奇怪不？难道他的任务是要去帐篷？有人想吃热乎的自热锅吗？给大家拿。来，我来拆。我给你加个这个吧。蟹棒是吗？嗯，对。好，我帮你撕吧。哦，这会不会有什么目的？是啊。哦，他那是不是帮别人拆东西啊？明明明明，来拍张照片。谢谢你，传奇，辛苦了。就是人数不太对啊。不管怎么样，人数都不对啊。有可能3v4，3-4-2。对，我的意思是，他刚刚跟唐九州做的某个动作完成了他的任务。哦。但九州没有同意啊，九州没有肯定了。不是，他说他已经做完了呀，明明说他做完了。不是。刚开始说那个多人跟那个单人的，就好像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是单人的。我觉得我已经完成我这个任务了。完不完成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吗？不是两个人那个什么。谢谢谢谢，来来，演技真好。接下来是公布阵营的时刻，首先请觉得是同一阵营的玩家坐到一起。来吧，火树。哎，我坐那边去。哎，我过来啊，我跟你是一个阵营的。嗯，来，九州你。咱俩一开始的选择没错，抱在一起了，抱在一起了。虽然最后投了你。我们是一队的吗？我们是一队吗？是。大家还可以猜测下各自阵营类型。我们是应该是我们，因为我刚才按我的分类法是我们是那个
做事儿和说话嘛。那大家的推理是否正确呢？恭喜大家的推理完全正确。我们现在开始公布语言类阵营是齐思钧、胡一星、唐九洲。动作类阵营是文涛、火树、石凯、邵明明。一开始咱们就仨，就觉得咱们仨一开始就对了。那大家的个人任务和完成情况究竟如何呢？我们开始公布。首先，我们公布语言类阵营完成情况。他们三个的任务是啥？齐思钧、蒲艺兴，任务已完成。你把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写上。你就在学院、啊？对啊。然后这是 number one， 对。对，我说这个家不能没有蒲艺兴。这个家不能没有蒲艺兴。哇！唐九洲任务已完成。唐九洲是说什么？唐是引导别人说什么？你看一个是名字，一个是口号。除了 number one 还有别的吗？是不是看是不是都是梗？我裂开了。啊！说这个，让别人说我裂开了吗？真的很离谱。兄弟抱一下，说句你心里话。我俩是一组的。我总结，赵明明，穿我的心衣。然后夏明明开始接，赵明明接的是英文版的 ，Dress my new dress， 穿我的新衣 ，Dress。Dress my new clothes， 太了！还说不会拿你下手，只能拿你下手呀！有内鬼，停止交易。接下来公布动作类阵营完成情况，文涛任务已完成，煮点热水呗。来。火树任务已完成。哎，他会不会有可能是离开所有人的视线，单独与一个人相处？真的假的？行。火树的任务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独处。错误，我的任务是。你是跟别人合作还是自己？那你就自己去跑去架就行。但是我不行，我一个人去不是太明显了吗？所以我就一边带着他们走，一边拿脚踩那个钉子，然后让我来告诉你们他在做什么。什么鬼？接下来石凯任务。哦，烧炭。烧炭这是他一来就在干的事情。但这个太像他的设定了。对，太像他的设定。我直接给你们否定。他刚才跑到后面干嘛去了？不知道。你根本不知道能做这事儿。你比如说石凯去钓了个鱼，石凯你帮我贴一下呗。石凯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个人任务吗？对，你要提起来。那我帮你烤会儿，你去完成了。真的真的，我帮你烤会儿。好，那我去完成了。好了，我来了，周周。你做完了？做完了。你干啥去了？完成任务，李大普，确实李大普，就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，李了个大普，不知道。最后公布邵明明，任务已完成。我们俩是上一次呢，是什么？听不懂。你也有可能帮我拍一张，快点，等我把这个弄。你会不会玩这个？你玩过没？没玩过。我，你试试能不能接住？就是接就行了。关系。
交互。哇，你会？你会姐？啊！虽然大家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，但由于没有成功找出白板玩家，两个阵营的玩家们将要接受惩罚，打扫现场卫生。是的，那你们就开始收拾吧。好，一起呗。重点在这里。露营嘛，就是要一起开心，同时呢，一起把这个环境收拾好，这样才能够有机循环起来，下次再开开心心的露营嘛。对。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。游戏只是一个假期，一定要做好环保工作，人人有责。这边好暖和啊，我喜欢。太棒了。今天这游戏玩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嗯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想玩一些可能不怎么靠运气的吧。玩纯实力是不是啊？那我要干什么呀？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那种沉浸式的角色扮演，像火树这个年龄啊，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长辈啊？是吗？哇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！我真的是给我个剧本，我要演演别人。就我这演技，被猜出来也是应该。能和你一起输是我的荣幸。但凯哥和咱俩是真的容易输。朋友不多，哎，人在这桌。